感謝主，輕鬆得勝已經出版了。這本書是幫助基督徒怎樣跟神有一個很密切、很甜蜜的關係，能夠處理生命中各樣的問題，好像罪、負面思想、負面情緒、被人影響、或者在婚姻裡面的問題、或者侍奉裡面的問題、或者生活上的問題，然後呢我們就可以發揮我們的生命，可以結出聖靈的果子、生命的果子和侍奉的果子。那有很多人就說，哇，好難的、我怎麼可以做得到呢？因為覺得哇，我有罪、有負面思想、又不開心，我怎麼可以被神使用呢？但聖經裡面給我的答案就是說，當一個罪人悔改，天上都為他歡喜、即是說我們只要來到神面前說我不行、我需要你幫我、求你赦免我，神就很歡喜了。並且耶穌說，無論何人因為門徒的名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裡的一個喝，這人不能不得賞賜、即是說不是當我們要做大事神才紀念的，就是就算一杯涼水耶穌都會留意到，耶穌會記住，並且他會賞賜，即是告訴我們原來神是很歡喜我們任何對他正確的心態而願意做他所吩咐我們做的事，神都是極度的歡喜的，這樣會激勵基督徒我們的生命可以一步步的提升的。那這本書裡面有很多討論的問題，是可以在小組裡面使用，可以幫助教友能夠應用這個信息的。這本書一方面是幫助信徒，也是幫助教牧可以使用來興起教友處理他生命，同埋發揮他們的生命，帶來教會的更新。我是很樂意將這本書送給任何的傳道人和牧師去使用，去祝福他們的教會。你可以聯絡我的，祝福你。